点啊？俾人赶出房啊？天理循环啊！终于尝到俾人离弃嘅滋味咧！你当日为咗老太爷而抛弃我，今日老太爷都因为呢件事而激死嘅，真系讽刺，真系可笑啊！西伯伦，早晨。早晨。早晨，二叔。早晨，细叔。咦？乜你都出嚟啊？我点解唔出得嚟啊？冇，因为寻晚搞到咁夜，你冇咁早起身啫。大妈。诶，老爷。昨晚瞓得唔好啊，个样好似唔系咁精神咁嘅。一阵间我叫玉兰等啲心茶俾你啊，身体最紧要啊。好啦好啦，而家最重要嘅咧就把握我阿爹嘅身后事。知道啦，老爷。咦，点解唔见到咏童嘅？阿二奶奶今朝话唔舒服，所以留喺房度食早饭。爹哋，乜妈咪病咗咩？佢有冇事啊？冇，妈咪有少少头赤啫，你唔使担心。老爷，大奶奶，三姑娘翻咗嚟啦！三姑娘，大哥，文君，二哥，本来谂住翻嚟同阿爹拜寿，估唔到连佢最后一面都见唔到啦！爹，起身啦，起身啦，三姑娘。人死不能復生，你都無謂咁傷心。大哥、二哥，我翻嚟嗰陣時候，聽到啲有關阿爹嘅傳聞啊。咩傳聞？啲傳聞好難聽噶，話大哥、二哥，仲有阿爹，你哋父子同福，就因為咁激死阿爹噶。永彤，我知道你好唔想见到我，我只不过攞啲粥嚟俾你食啫，因为你成朝都冇食到嘢。如果你真系唔想见到我嘅，以后食饭嘅时候，我就留喺房嗰度。你出去吃吧，因为细就好想你陪佢。你是上家的二爷，如果你餐餐都不出去吃嘅，你估啲客人会点谂呢？我哋两个都受过西方的教育，都明白自由恋爱的可贵。你当年都是迫于无奈，才要放弃你所爱的人，其实你都是受害者。你真的这样想？我想了整晚的。回想回我们八年来的相处，无可否认你真的对我很好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半点对我不住的事都没有做过。你大哥和细嫂的事都是我们成亲之前发生的。我不应该被过去影响我们现在的感情。明彤，难得你咁明白事理。既然系咁，咁点解你今朝又唔出嚟食早饭？我就因为谂呢件事，谂咗成晚瞓唔着，而家我不知几肚饿。咁你快啲食啲嘢先。可能谂翻成件事，其实最大嘅受害者就系细嫂，佢俾人咁呃咗八年啦，佢真系好可怜。你有冇谂过将真相讲翻俾佢听？八年前我已经谂过，冇错，我讲个真相出嚟可以还我一个清白，但除此之外，仲有咩好处？可能令阿秀恒更加难受添。而家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，
况且我见佢同大哥都相处得唔错，我见大哥好似对佢都好好啊。只要佢生活得开心嘅，我讲唔讲个真相出嚟都已经唔重要啦。我明白嘅，只要你认为啱嘅，我一定支持你。哥，本来你七十大寿在即，但系都等唔到嗰日，真系令人痛心。走咗之后，仲传出咁多风言风语，唉，十弟无能。他日泉下相见，点有面目见你啊？爹，下儿不孝，好好地管束班下人，佢哋先至会喺你面前闲言闲语，讲埋晒啲大逆不道嘅说话。但嗰啲说话全部都系子虚乌有，冇一句系真嘅。阿爹，你老人家在天之灵，一定知道我同阿宏兄友弟恭，从来冇为任何事情争执过。我哋两兄弟一定会同心将上银楼做到有声有色。阿爹，你泉下有知，可以放心。我一直对大哥都系好尊敬，仲有大嫂同埋两位细嫂，佢哋都系我嘅长辈。无论系过去或者系将来，我对佢哋都只有尊重，并无其他。如果俾我知道系边个造谣嘅，我哋会将佢交俾十叔，然后家法处置。我哋大家都系一家人，一定会和睦共处，唔会受啲传闻影响。最新剧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经喺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啦，北美嘅观众仲等咩啊？快啲去下载呢个 Apps 嚟煲剧啦！